哎呦，下蛋前是这样。下蛋后，给你们看一下，一只做了鸟妈的小鸟到底有多凶。哎呦，太吓人了！哇，还好戴了手套，它咬不动。看一下你的小鸟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。戴着手套咬人都很疼啊！哎呦，你看他还骂人呢，你给我再骂一个，再骂一个试试。这奶凶奶凶的样子，挺搞笑的。哎呦，你看他多凶！哎呦！哎呦哎呦，他咬那个箱子吓我呢，还打不过我，他咬那个箱子出气了，好厉害。鸟窝都拆了不要了是吧？这脾气太暴躁了，这鸟窝他都要拆了。喂，不准拆了，打你我还拆，不准拆。哎呦呦，哎呦，又骂我，骂我干嘛？我是你的主人呢，不认识我了？我是你的主人呢，还问我是谁？带我带傻了是吧？出来，我检查一下你的鸟宝宝，看你喂的怎么样。又拆箱子，这小绿蛋用了那么多次，这个繁殖箱都是好好的，到了你这里了，你就开始拆了。这嘴巴是真厉害，小的时候特别听话，特别乖，现在做鸟妈的，是真的凶啊，又是骂人，又是咬人的，太凶了。大家千万不要去惹一只做了鸟妈的小鸟，惹不起它。到今天鸟宝宝已经21天了，长羽管来了，很快长羽毛来了。来吃青菜了，给它加点淡小米，没多少了。不是从小养大不亲人的，大家不要像我这样去逗小鸟。亲人的没事，但是有些不亲人的，你这样子去逗的话，它会咬鸟宝宝的，这要看鸟的。一般从小养大的都没事。